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是3月19号，礼拜五啊。好，明天就放两天假哈。那今天早上的那个赵云啊，好像是在5、6点的时候出的吧？好，那到接近这个11点的时候才被打趴哈。那据说有破万桃，有破万桃。好，不过我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没看到了哈。我本来想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上来，因为早上的时候在忙哈。那没关系，好，既然上来了，那就打几只网哈，再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目前跟这个麦温哥组队啊，如安。麦文哥，哦，有神快拜啊！他们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军团哦，就是有事没事的话都会去拜拜。哦，我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他那个小头像啊，哦，麦文的他的小头像的话是一个阿嬷在拿着这个香在拜拜哈，很巨大的香在拜拜。哦，这边的话看不清楚，我点他的头像好了。这边角色资讯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个阿嬷拿着一个很大的香，哦，在拜拜。哦，我以前都看走眼啊，我以前以为是那个长颈鹿哦，那其实他是一个阿嬷拿着香而已。好，哈哈，这个比较快。如安，如安是谁啊？如安在哪里？是曹某吗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是他的小名吧。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四倍哦，公司四倍结束后就要下线了哈，因为这个是纪律啊。我就上来之后想说就没有赵云可以打，那就打个30分钟的这个功勋就好了哈。那现在剩下49秒钟。哇，他人太好了吧？给我抢尾刀啊！哇，人真的很好哦。哎，没有，结果最后还是被福星拿走了哈。好，但没关系啊，至少拿到功勋了吧？我再看一下。有，好，336，336。好，那目前的话，功勋来到了37406。好，那这个数量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换大概将近100个火油了哈，应该够了。这次活动的话，应该够了。好，跟大家感谢一下哈，我的时间也快到了。好，时间的话剩下16秒，我非常感谢你。好，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功勋也打得差不多了，功勋也满了，功勋也差不多哈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好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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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感谢麦文哥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拜拜。